行，尖叫声在哪里？好，我们中信兄弟拉队成军11年，目前成员有25个人，以热情、阳光、积极、正面为首要目标，在球场上面除了全力为球场的球队加油之外，也希望可以将热情的精神带给更多的球迷，正能量带给所有人。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掌声欢迎中信拉拉队。感谢你对这次的帮忙，也感谢咱县政府，咱柯小华
馆长呢，啊，对这次诶经营投入也好，啊，一寡啊技术啊，一寡做工课投入也好，啊嘛真感谢吼，啊嘛真感谢咱在座所有的评审吼，啊咱所有老师呢，啊对这次到三江啊，上最后吼，啊感谢我们的贝贝哥吼，啊对诶，但吼但你们来这边真的是不简单啦，因为前天哦，跟古董跟贝贝有在他过生日哦，在台北跟他小喝一杯，有打电话给曼龙哈，啊，感谢你们哈、哦，各位啊，各位啊，我红包呢，啊，最后呢哈，叫咱在座咱这好朋友呢哈，啊，拢祝身体健康，啊，万事如意，啊，阮副馆长吼也来吼，因为馆长多啊有要事啦，啊，我带领了吼，还讲你派来领导的副县长哈，啊，副馆长你都。看我啦，你就坐较久，你就坐到到五点，你才走安尼就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潘玉泉潘副议长，红包一人一包。感谢，谢谢，感谢中信啦啦队为我们带来。拍手了，拍手了。这么棒，这么精彩的表演。对，四位都是可以选我们的这次的焦点女神。对，平常只能在球场看到。对。没错，只能电视或是在球场看到他们，而且在球场我有看过，超级远，没有这么远，没有这么远。哎，来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你不见，就是跑去拍照了，对不对？谢谢。